好，今天来看《真香岛》的剧情。我是今天早上才练到215级的。这个副本是215级才能开放，然后它其实在7月1日就已经在东南亚服开放了。Dark Fungus Forest。它这个原名应该叫真菌森林，然后国服把它翻译成黑蘑菇森林。That's the only way I can make it similar. It's the only way I can make it similar. It's the only way I can make it similar.在天宇金山的后方有一片长满蘑菇的森林，因为它这地方很远，所以这里的人们基本上不怎么会去往那里走。然后几天前发生了一些事儿。在一个平和的日子，有点像那个龙的叫声。有点像阿弗里埃的声音。他觉得鸠兹岛在沉默。기란내를시작합니다목적지에도착했습니다那前面这一系列的地图叫蘑菇乐森林，它这个蘑菇真的很大，有点像热带森林里面的猴面包树。是卡斯特，他其实整个剧情想讲的就是因为世界的融合以及他艾尔达的一些
形态。有一个纽扣，这个是所有里面的动物都会有的一个纽扣。然后他发现玩家没有这个纽扣，所以玩家就是外来人。这人叫蒙泰尔，要去见贝皮了。他是这里的居民，寻找太阳。可能是因为这里的蘑菇长太高了，所以它这里没法见到太阳。因为它这些
艾尔达重新创造的一种产物，所以你看到 NPC 都是很像冒险岛世界里面的一些怪物。卡斯特就是半半，然后这个贝皮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木皮，他们就是皮埃尔，然后这个蒙泰尔就是暗黑龙王。地方见过，他要举行一场派对。刚好就是皮埃尔他们那两个，然后他也讲到了旁边那边的怪物啊，有这个蒙奇怪还有蘑菇，他们都是来自冒险岛世界的一些怪物。这个蒙奇怪就是蝙蝠怪，然后蘑菇就是自身。这贝皮就是皮埃尔。所以由此推出，这卡斯特就是半半。而且他也带了一个东西。Chameleon 是变色龙，所以它是个变色龙。所以它们都是冒险岛世界里强大的生物。所以那个村长叫长老李昂，就是戴米安，因为你看他背后的披风，但是他也没有那个纽扣，所以他只是受到了戴米安的影响。这些冒险岛世界里面消失的怪物化成了艾尔达，然后因为随着这个
它随着神秘河的流向一直流到了这里，就化，再形成了新的形态。这些都不是九州岛里面的怪物。Scary face。他说里面那个森林他们都不敢去，所以一起去那边看看，巨大的东西在觉醒。真菌森林也叫黑蘑菇森林。시작합니다.
목적지에 도착했습니다. 这就是伊利亚莫，叫伊利亚德田园。 기란내를 시작합니다. 저주의 날. 기란내를 시작합니다. 목적지에 도착했습니다. 如果仔细看的话，那杀人蜂死亡的时候也会掉那个纽扣。
整个地面都是蘑菇。它这个地面是由蘑菇撑起来的。这就是木皮，useless failure。Who he was referring to？ 那是 someone who was born earlier。Still, that doesn't give them the right to be so mean。所以他们只是实验品。
他来到了分岔口，然后要选择究竟往左还是往右走。如果你选右边，他也会告诉你去左边吧。所以他最终还选择了左边。길안내를시작합니다나다快계란을시작합니다목적지에도착했습니다这是霸王花他说他这有一个花，他吸收附近的艾尔达，所以卡斯特他说的那个花，他说的那个太阳就是这朵花。他这个声音有点像阿弗利亚埃。也刚好就是他这个怪物就长得像神木村的龙，对，他说是玛瑙龙之王阿弗利埃。名字是三个问号。
掉了一个纽扣。纽扣消失了。把他压倒了。他那个纽扣掉了。他这个场景有点像戴米安那一段。这个纽扣不是太阳。
是另外一边的镜头，也是个霸王花。但这个霸王花应该已经死亡了，但是它比隔壁那个还要大。那玩家觉得不安呢，就是他这里他使用了冒险岛世界消失的那些怪物的艾尔达，然后来生成另外的怪物，然后还控制了他们，于是形成了这真香岛上面的怪物和这 NPC。不过还好，他这里的怪物和 NPC 只是刚刚出生，他还无法控制他们的力量，因为他们刚刚才诞生。他说这些现象随时都有可能重新发生，而且一旦诞生，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敌人。现在要回到村庄。有玩家要告诉联盟，迫不及待的告诉联盟。好，回到村庄。要找的木皮找到，现在他们是邻居。开始派对，最终他给了奖励是20个选择型神庙徽章，然后他也提醒了一定要在时间之内用完，因为它会消失，所以时间流逝就会消失。
时间是14天。最后有一段小剧情，就是联盟，应该是玩家告诉了联盟，所以这有一段剧情。冒险岛世界的生物，然后他把它混合，他们还没有受到任何黑魔法师的军团长的报告，还有他的手下。也是他的手下还不知道我们。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法做出任何行动。The only thing we can do is send the allies to Akin River to help.也就是说他现在就开始派送联盟前往神秘河，那结果就是能看到的就是在埃斯佩拉的时候正式有这个冒险骑士团派的成员前往帮助玩家，也就是他们派送的人到达神秘盒能够见到玩家的时候，玩家已经在艾斯贝拉了。然后他会告诉反抗者和诺巴族，所以真香岛它的剧情的时间线是在打黑魔法师之前的，它是对于九州岛的一个补充，时间线也是在九州岛之后，但是它一定是在拉克兰之前。然后它是沃利，这个沃利是在艾斯佩拉出现过的。如果是按顺的时间线来讲，沃利应该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才对。但是他第一次出现是在艾斯佩拉，然后后面就是黑魔法师的剧情。他也会派一位来自万神殿的魔法师，这个人就是沃利。The pass will come. 然后在真菌森林。还有一段小剧情，这是来自青云谷的卡琳，可以说是卡琳第一次在正式的比较统一的剧情当中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出现在主题副本，他还没有醒过来。哎，他先走。然后的话，其他职业也是会有
一些特殊对话。那么真香岛的剧情先看到这里。这是他的最终奖励，20个神秘徽章。然后提醒一下，真香岛它是没有它这个地区的神秘徽章的。